今天就带了去两个双胞胎到山上去摘那个野果，我们当地的叫蔫子。走了。蔫子，你们来摘过蔫子吗？啊？有没有摘过蔫子？有，有过。那等一下要摘那种熟的啊，那种红的不要摘。哥哥要等一下弟弟啊。好。哪个是哥哥？我。哎呀，是俺哥哥走在前面了，两个都搞混了。哎呦，哪里？哎呀，哥哥好会照顾弟弟啊！更加滑的，你看，你们就顺着这个树根上去啊，就没那么滑了。嗯。首先，我们就像你那样的年龄。年纪啊，我们都经常爬山，摘来吃。哎呀，休息一会儿。先休息一会儿。现在已经爬到半山腰了，再爬上一点点就有年纪摘了。哎呀，幸好带水上来了。给点哥哥。这两兄弟还懂得分甘同味啊。来来，我帮你们拿，让你们好好爬山。走了。这里两个要慢慢找，慢慢上去的。走。看哪里还有啊，因为你们的眼睛够亮啊，你们都看一下。我来来，让你们摘吧。你看这里有。我要摘一个吃。那你们先摘，吃饱了。啊，太熟了，一碰就掉了。这里啊。来来来，弟弟。我那边有房子，那二楼了。好好吃。来来来，好好吃啊，让他们吃饱了然后再拿回去啊。再爬高一点就更多了。还有几组才爬到？还有一里路啊。啊，这里的环境漂亮吗？一片都是，一片都是这个松树，空气很好啊。我们一直往上爬就是这样的。到这里，你看好多这些小鸟叫，喳喳喳的。你要这里，这是山顶了，你们不用爬了，就随便就摘就是。来来来，让我翻上来给你们摘过把瘾呢。这里啊，这是黑的，黑的，摘进篮子。对对对对，摘进到篮子也可以，吃也可以。那些那边更多是吧？摘不到，那也有一朵。好，那我们就往那边，到山顶就容易找到了，碰掉掉就是熟了。那你不看到吗？对呀、啊，那你没看到吗？那里有五个，来，哥哥拿。我的帽子。你的帽子不戴啊，给我拿。树叶也掉了，那有好多颗。我这里有好多，所以就很多啊，都叫你们坚持坚持，然后再看到成果，到时候你们长大了也要像这样。我这里也有香。不要半途而废啊。这边也有，哇，很大。这里有个，去啥？要快到山。叫一下，叫一声，看看有没有那个回音。叫。啊！真的有啊！啊！在对面山运过来，这里全都是大山。哎呀，这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我看看。那么长。
不奇怪的，我还没见过呢。还很硬啊，还很硬的，好尖。哇，这个是什么东西呢？啊，真的很硬啊，捏不进去的，像个牛角、羊角，像什么？那不上面有，还有两个呢。摘了半筐了，你看。回家回家，哇，我先开好路给你们过来。等一下，加一下我更快，拿三寸。哦，可以。我觉得。下山。下。哦，对。我在那丢个大石。慢点，慢点啊，慢点，慢点。哦，就知道了。啊！好滑。慢点啊。你就顺着那个树根下去就行了。嗯，刮了没有？怎么有海鸥的声音啊？啊，还可以滑滑梯啊。所以呢，小朋友不要自己上去，到山上来要大人陪同上才可以啊。哦，刚刚我们不是在这上，是在那。嗯，下到山脚了。哦，回家了。回家了。今天就先摘这么多，因为带小孩啊，要给他们体验一下。等改天呢，我自己上山的时候，我就多摘一点，要拿回来山吹山晒，就可以泡这个莲子酒了，它是补血的。来来来，先喝点水先。我呀，不要靠近那里啊，你们站那里可以了。来，这个水。这个水很清的，一村人都是喝这个水，好冰凉啊！这个是古井，古古代代都是喝这个水的。来来来，不要，真的，哇，好喝！那我也喝。啊，好冰！啊，好冰啊！哇，好冰啊！嗯。啊，你看这个水很冰啊，我就这里刚刚打上来，这里都可以划一条痕了，它这个冰线马上冒出来了，可以了，回家了啊，拜拜拜拜啊，辛苦了，今天了呵呵，他们两个中午的时候老吵了，要我带他们上山去摘，知道辛苦了吧，下次还去不去？去了，哈哈，拜拜，下次还去的话，我也妈一起来，也一起去啊。嗯，拜拜。谁啊？哎，表哥。你怎么来了？哎，你们两个又怎么来了？啊，我过来的时候刚好碰到你的两个同学了。哦，想这是什么东西？啊，买了点菜过来。哦，店里啊。啊，因为九妹去北京了，所以她交代我周末过来看一下小六，顺便给她带点菜过来啊，煮饭吃。这个是牛肉，牛肉。来，还有这个喝酒，这个呢？有白烟。这个是鱼，可以打火锅，打火锅去摘点青菜回来就可以了。去摘点青菜回来。嗯，对对对。豆腐。啊，我们去摘点青菜。摘点青菜去。现在呢，我呢就先来喂一下鹅，然后呢再回去做饭。然后呢，我现在就来摘点菜。就摘了这一点菜，就现在先回去，先把菜给洗干净，然后呢就生火，生了火呢之后呢就把这些东西就可以吃了。现在这些菜呢就已经差不多就洗好了，然后呢就来切肉。
我就不是老姜，是你。现在呢，我们就来生火，然后等一下就吃火锅。好，先把这些东西打了嘛，两个可以了。先把水倒进去，一边放一点。等一下，他们喜欢吃辣一点，我呢就喜欢吃清淡一点。先不辣的，放点桂圆肉进来，提鲜。这边放点胡椒进来。我将锅盖呀，把点水开着点。咸了，这个是小六最喜欢吃的。哦，老板，嗯，看起来还有食欲啊。哦，棒的。哦，这个是辣的，那个不辣。嗯，小哥们，对，试一下怎么样？试一下。嗯，这样会比较浓一点。哇，好吃！哦，朋友们，你们吃了吗？没吃的呢，就赶紧过来哦，这里还正在吃呢。然后喜欢九妹的视频啊，记得关注，关注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，拜拜。